上有一群人，他们活在没有网络的世界，他们的生活可能有时候没有电，他们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目前是黑人奥巴马当选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还进行了战争，可能不知道中国调整货币的政策影响了多少的国家，但是他们还是活得很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See you next time. Welcome to Nepal, Kathmandu.